这是干嘛？腌的水。好，把它放进去了。泵水了没有？哦，泵水了。哎，这是，这就是刚才的原理吧？对，你看这种水泵啊，别人都看的时候说就是一根管道，这不就一根管子吗？不可能做成水泵。对，就说你看水泵呢都要有轮了，有活动部件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对对。但是呢，咱们把它做一下，你看看。啊，好看一下。放到水里边，看它发生什么现象。你明白了，这种东西的时候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这是干嘛？腌的水。好，把它放进去了。泵水了没有？哦，泵水了。哎，这就是刚才的原理吧？对。啊，因为这个水的水位比这个里面的水位更高嘛，对，然后它压迫它的那个，它就变成了水泵嘛。对对对，原理是这样的，咱们这个东西，就我们先要制造个落差。本来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你看我们做的无间泵水，它就是一个什么，在河流上，你像这是河流的上游，这边一个水坝的时候，从这个里边流下来流走了啊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它在这个实验室里边的时候，它是没有天然河流的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用水泵把水抽起来，抽到这个地方流下来，从这个地方，这相当于河流的下游流走。对，然后流走的时候，这个水呢到了一边的时候，我再把它抽回来，模拟河流循环。咱们看怎么样，液体能不能把水力能转变成抽水到高处的能呢？就是这就叫无能耗泵水啊，就是不用电的液体能无电泵水啊，液体能无电泵水。对。